狗狗的性格也是天生的。怎么选狗狗呢？思考型和超级冷静的狗狗呢，它们一般不会给主人带来麻烦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狗狗呢？可以把狗狗拖起，放在你的臂弯中，或者是放在某一个台子上，让它的肚皮朝上，看看它的反应。如果这只狗狗不是马上的翻过来，它会躺一会儿，躺几秒钟，挣扎着翻身，或者是就软绵绵的躺在那里，非常悠闲。那么这样的狗狗呢，它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主人带来任何麻烦的。